我彻底蒙圈了，朋友们，那一个卵怎么可能钻出两种生物？我去，今天我竟然发现前段时间从外面捡来的石头上站的螳螂卵孵化了，现在家里边到处都是小螳螂。不过当我离近了看螳螂卵时，就再次惊呆了。我也是见到了好多次螳螂卵孵化，可这次正往外钻的长得好像不像螳螂啊，但却感觉它们这腿又像螳螂的大刀。我彻底蒙圈了，朋友们，那一个卵怎么可能钻出两种生物？不过情况紧急，先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小螳螂可能好长时间没喝水了，于是我就把螳螂卵 从石头上切了下来，正好蜻蜓前两天刚被宗师系给终结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。话说我之前买了那么多螳螂卵，是一个都没有孵化，反倒是这个意外捡来的螳螂卵不仅孵化成功了，而且还直接来了个异卵双物种。看这一大片小黑点，都是从卵里跑出来的。不过大部分刚出来就都凉了，就剩下这么几只还在活蹦乱跳。近距离再看看，发现这玩意儿好像有条大尾巴，后腿又像螳螂的大刀，翅膀又像蚂蚁。我是越看越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啥。不过这个不明生物 和小螳螂一对比，就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小了。那小螳螂本来就挺小了，可是这个家伙却连小螳螂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朋友们，我好像发现个意外之喜，那就是我正发愁这些小螳螂吃什么呢。后来一想，这不明生物不就是现成的食物吗？那大小刚合适啊！哎， 对了，莫非是螳螂妈妈故意在别人的卵上面又产了卵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世后吃别人家的孩子？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